文武百官，正等着九千岁登坛祭天。嗯，哈哈哈哈，正所谓慷慨一任气，磊落一使才。造坏之事，不亦先密之巧。本座今代天子祭天，必摇起满天神佛，赐福大明皇朝，黎民安养，国祚绵延呐！魏忠贤，你这个断子绝孙的阉狗，你凭什么替天子祭天？有资格暴露罪罪？you
迟，万望义父恕罪。哎，来来来，快起来！你救驾有功，何罪之有啊？李飞暖，九千岁受惊，卑职之罪。哼，全是一群酒囊饭袋。若被我儿红影及时赶到，这后果担当得起吗？卑职护驾不周，请九千岁降罪。哼，这次就算了，但再有下次，本座要你剃头来见。是。起来吧。谢九千岁。红影啊，这位东厂指挥使厉公公是自家人。久闻神经头号杀手叶红影叶千户。九千岁有此义子，必可高枕无忧啊。啊，飞暖，我儿红影生性孤傲，初次见面难免生分，日后熟了就好了。啊，你可别放在心上啊。啊，卑职不敢。看看这些自以为是的反贼，简直太猖狂了。本座扪心自问，侍奉皇上，忠心耿耿，报效朝廷，劳心劳力。本座今日带皇上祭天，是为天下百姓、黎民苍生祈福。他们居然还想置本座于死地，这简直是蔑视王法，唯恐天下不乱。请义父放心，孩儿绝对不会让这些乱臣贼子为祸天下。好，不过杀几个恶贼容易，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你可知道这危害天下的祸根在哪儿吗？请义父教诲。东林书院。这是当然。老夫虽说已经不问朝政，可是绝不能看着先皇的基业被这群阉党走狗祸害。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老夫已经拟定了良策，暗中联络了各部各司的同僚以及门生。这些都是我大明朝的忠义之事，愿为我大明社稷舍生取义。只不过现在时机未到，只能忍气吞声，随波逐流了。一旦条件成熟了，我们就会联络袁崇焕将军，共襄盛举，里应外合，一举将魏忠贤的阉党恶势除掉。你将这副名册给袁将军送去。这次事关重大，我去请风尘双侠亲自护送您去辽东。皇上，这朝中文武百官的奏折，不要给朕添乱。你没看见朕正忙着吗？跟以前一样，你替朕批阅，有什么事情你拿主意。好，这其他的奏折卑职是能代皇上批阅，可唯独这件事卑职还真做不了主啊。你就别谦虚了，俗话说得好，一样的谜养百样的人，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天分。就像朕最大的喜好就是做木工活，你不知道，当看到别人拿到朕的器物叹为观止的时候，朕的心里是多么大的满足。可我一看到百官，我头都痛，看到这些奏折我就烦。问我什么是治国之道，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治国之道？不像你，像卑职。对啊，这么多年以来，你替朕打理这些大事小事，真是替朕省了不少的心。你才是真正的治国良才。可是造物弄人呐，你只是个太监，而朕原本应该是个巧夺天工的木匠。从娘胎里出来就当这个倒霉的皇帝。卑职还是希望皇上能够流芳百世，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历朝历代有哪位皇帝真正能够做到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哪一位不是遭到后人的唾骂？唐太宗李世民杀父弑兄，近代隋炀公杨广强占父妾，就连我们的太祖高皇帝，不也是被后人指责说是大杀开国功臣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老爷，老爷，
不好了，出事了！老爷，不好了，出事了！您快去看看吧，老爷。什么事？没看见我在讲课吗？老爷，我简直说不出口，太惨了，太惨了！那凶手简直是惨无人道。啊，凶手惨无人道！哎，你说清楚，到底什么事？难道出了人命？老爷，你看，太离奇了吧！我没胡说八道，谁干的？一夜之间，我的鸡都没毛了呀！这谁呀？干这么无聊的事儿啊？那肯定是被人下毒了。谁会对鸡下毒？鸡会得罪谁呀？还用想吗？还会有事？朕听说东林书院都是一些读书人啊，那个顾县城还是朕的启蒙恩师，这些人怎么可能是反贼呢？皇上有所不知，卑职查到这个顾县城召集门下，自称是东林党人，平时大放厥词，攻击朝政，如今进上这份奏折，不但把卑职说成了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还把皇上您贬成了一位涂炭百姓的一代昏君。皇上，这干人等狼子野心，若不严惩，只怕难以造福天下。这件事你就看着办吧，对付这些你一向都有主意。十军之路，单军之忧，这些乱臣贼子妖言惑众，诋毁皇上，卑职绝不会对他们心慈手软。卑职早已发现东林党人图谋不轨，于是亲手编写了一份东林点将录，命令各地官府暗中监控，待皇上您一声令下，立即将其举举剿灭。此时剿灭许参真亲自南下无锡，东林老巢，王者之师剿灭叛党，如此一来，皇上您便是为万民造福，必将可以流芳百世，永载丹青史册。老实说，你想怎么剿灭反贼，朕不想过问。朕倒是想让你看看，朕的手艺最近是不是有所长进。哎呀，皇上啊，您现在的手艺那可真是今非昔比啊，就是鲁班在世也会自叹不如啊。真的？您的这一片苦心，就是世人看到了，也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好，好。寡而为鸟，其鸣为鹏。鹏之败也，不知其翼几千里也。怒而飞，我要飞上天了。哎，老爷，你看，这小少爷，你怎么上房了呀？可千万别想不开啊！王上妃，你来得正好，快帮我试试这对金毛翅，我保证你一飞冲天。学鸟飞，荒唐！爷爷，我想学鸟飞是您教我的呀，怎么能说我荒唐呢？一派胡言，我有教过你这种荒唐事吗？教过我的，您说做人要有鸿鹄之志，要有展翅百川千壑的雄心。不信你问马上飞，马上飞是不是这样？哎呦呦呦呦！啊，我证明。老爷，你确实说过，他确实这样教育你，我证明。正好，石副将，末将在。风尘双侠已经去江南好几个月了。顾先生不知道怎么样了，袁将军，风尘双侠还没有消息传回来，还没有消息。将军，您先别担心，末将认为，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这表示，魏忠贤这帮狗贼到目前为止，还没敢对顾大人下手。如今魏忠贤这条烟狗把持朝政，权倾朝野，欺蒙圣听，顾大人。刚正不阿，早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我的确担心顾大人会遭遇他们的暗算。啊，将军，您多虑了。顾大人毕竟是三朝元老，也是当今皇上授意恩师。
只要皇上还在，这个魏忠贤胆子再大，也不敢把顾大人怎么样吧？但愿如此吧。哎，喝茶吧，啊。九千岁，这回我可是不敢有半分停留，跑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跑死了三匹快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赶来把顾县城想对付您的秘密向九千岁您禀报啊。本座明白，辛苦你了。来人啊，这是你应该得的。谢九千岁，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呦，执茶。这你还不明白吗？我对你忠心耿耿，为什么你还狗狗也配谈忠心？今天你可以为了银两出卖你的主人，明天你就同样可以出卖我。被魏忠贤劫走了，东林书院出了内奸。什么？陆林是魏忠贤的走狗，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顾先生将铁盒交给袁将军一事，必定惊动了魏忠贤那狗贼。我担心顾先生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和道长特地赶回来接应。袁将军在辽东执掌军权，魏忠贤对他有所顾忌，想必不敢轻举妄动。可顾先生您早已告老还乡，况且这铁盒的钥匙还在您这儿，恐怕魏忠贤会对您不利呀。难道我们就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魏忠贤荼毒天下，那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不，老夫决定亲自进京面见圣上。算算时间，潘汝贞也该完成本座交给他的使命了。我要亲自到无锡走一趟，听听他传来的好消息。卑职这就去准备，亲自陪九千岁南巡，保护九千岁安全。不用了，红影已经上路了，这一路上由他保护本座的安全。可是九千岁，保护您的安全从来都是我们东厂的职责，怎么能……本座要你留下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做。当今朝中与本座为敌者比比皆是，而皇上宅心仁厚，容易受谗言蛊惑，本座稍有不慎必定死无葬身之地。如今也只有你忠心耿耿于我，我必须将最信得过的人留在宫中为我盯紧一切，绝不能让闲杂人等接近皇上，若有什么风吹草动，务必在第一时间内告知本座。顾先生，魏忠贤的爪牙遍布京城，您这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老夫这把老骨头还怕个死字吗？熊廷弼、杨莲这些忠臣良将都先后遭到魏忠贤的毒手，老夫没有替他们讨回公道，心里有愧啊。杨莲的女儿如今下落不明，老夫实在对不起诸位大人，更对不起先祖皇帝的重托。其实我们早就想带杨姑娘来与先生会合，无奈杨姑娘坚持不肯，她害怕自己的戴罪之身会连累了先生您啊。哎呀，这傻孩子，一个人孤零零的，我怎么忍心让她一个人流落在外？快带她来见我。先生不用担心，我已托人带话给冬晴姑娘，她会尽快来东林书院拜见您。当真？嗯。九千岁，没听说皇上有什么病啊？这方子补身的。补身？别多问了，记住，给皇上送药的时候，
要派个信得过的人去。还有，这方子千万不能落到外人手里，明白吗？明白，卑职完全明白，请九千岁放心。但愿这次潘如真能替本座找到打开铁盒的钥匙，否则对本座太不利了。九千岁，不就是个铁盒子吗？我们完全可以派人把它撬开。这可不是普通的铁盒，我已经找了很多能工巧匠，这盒子里装有机关，如果要强行打开，盒里的东西就会立刻被焚毁。九千岁，您不是说这铁盒里的东西对您不利，那毁了岂不是更好吗？别看如今满朝文武人人尊称本座一声九千岁，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心里清楚得很，暗地里想要置本座于死地的人那是大有人在，想要除掉这些乱党可就全靠这铁盒里的东西了。等到铁盒打开之日，就是将这些乱党一网打尽之时。请恕卑职斗胆再多问一句，这铁盒里的东西是东林党名册。给我仔细收好，去放走一个叛党！哎呦我天！小少爷，差不多了，咱下去吧。啊！马上飞，反正你上来了就别下去了，早跳晚跳都是跳，你想开点，别耽误时间，跳吧。少爷，你别让我跳，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以后你半夜撒尿谁叫你？我还得照顾你啊！哎呀，东林书院里那么多人呢，伺候我的人多的是，万一你有什么事，有好多人能伺候我呢。啊，快跳！这太高了，这是。预备！是我是主人还是你是主人啊？你是，当然你是，你永远是我的主。可是这跟这没关系。那你就得听我的，我要你像只鸟一样勇敢地飞出去。小鸟，你小少爷见过这么大的小鸟？再说也没这么肥的呀。我给你两条路，一条是死路。那我不要，我要另一条路。另一条是绝路。啊！受伤的都是我呀！不好了，顾先生，锦衣被杀进来了。这，顾先生，怎么办呢？真的出事了！一定是魏主先派人来，想把我们赶尽杀绝。属下，你们保护顾先生先走，我去引开他。啊！Thank you.
将军也难逃牢狱之灾呀！小五，顾大人，为了大局着想，走啊，走啊，快走！ 是，观念你是三朝老臣，不为难你，留下官印，我放你走。休想！乱臣走狗，老夫就是拼了命，也不会让你得逞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好，我成全你。去死吧！ 摘下你的面纱，看看你是何方神圣！狗贼！
你残杀无数忠良，今天我要替天行道，要你的狗命！有。学会了杀鸡、杀猪、杀牛，我不会救啊！你见死不救！小的不敢啊！马尚飞，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拿着白银，保护小少爷离开这里，去找平辽将军袁崇焕。你太高看我了，我就是一厨子，哪干到那事儿啊？我只会煎炒烹炸。你还是求别人吧，老爷。你干什么呀你？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你没什么出息，找上你，我千百个不放心。可是这东宁书院，死的死，抓的被抓，只有你了，我只好把人院托付给你。老爷，你太会聊天了，哪有这么求人办事的呀？你要是不答应。我死不瞑目！啊！爷爷！哎呀！爷爷！爷爷！哎呀，老爷，你别这么瞪着我呀！我没抱过死人，老爷别在我怀里去呀，老爷！我老爷，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再拦着我了，我必须要回去。今天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一路追过来，你现在早就被那些官兵抓起来了。亏你还长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你瞎了？你没看见那么多官府的人都在那儿？你别忘了，你的真实身份要是被人发现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现在可是戴罪之身，你知道吗？阿姨，你都看到了，那么多官兵把书院给围住了，顾大人他一定会有危险的。我原本今天是想去看望他老人家的，可是没想到天下想不到的事儿多了去了。当年我堂堂一个将军夫人，现在却成了醉月楼的老鸨。东林书院出了事，你以为我不着急啊？你也看见了，这么多的官兵，就单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怎么能救得出书院那么多的人呢？弄不好你我两条小命都得搭上啊。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好，你杨冬晴不怕死，我赛花花也豁出去陪着你一块儿了。可你想清楚了，咱们要是这么一去的话，万一把身份给泄露了，那醉月楼肯定也跟着没了。这醉月楼没了，那些被魏忠贤残害的人可就少了一个藏身避祸的地儿。可是花姨，我听我的话，先回醉月楼商量好了再做决定。快点啊！你干嘛？快点！我屁股疼。你还屁股疼，脑袋都快掉了。哎呀，丹霞好帅啊，飘然而至，该不会砍人吧？腰上系的沉甸甸的可是你家老爷留下的官印。崇拜隔着布都能看出来，火眼金的。留下官印可饶孩子不死。好，饶他不死，那我呢？去死吧。住手。哎呦，这真的是他。